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什么？看得穿的叫命运。妖怪，你看大仙直播看多了吧？是的。可以各种吹。他没出辅助装啊。他不出辅助装了吗？如果好看犯了天条，那我早已罪恶滔天。辅助装都不出。他在我的记忆里种下了一棵桃树，从此用心血灌养。你画什么鬼？就没人打他，他按个进化。发起进攻！有点痛。下路。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我曾拥有全部。不急。反被动，吃两口药。看得穿的叫命运，打不起来了，被动出来了，应该死不了。阿米尔死。他们这边被压制了，我们赶紧做吸血书。花开有时，重逢无期。想一下，你现在就是优先清兵线嘛，别的别管，先把兵清了再说。两个人在这边被包了，这边卡住位置，不慌，捡了个树。他在我的记忆里种下了一颗。先给一技能消耗，开始撤退，打不了，上路可以带，我们吃口药。我让我的队友把蓝 buff 让给我，谢谢。是的，把蓝让给我，谢谢。感谢。这塔没掉。这两个人躲到草里面，我不好操作。试一下蹲一下，如果没人过来，没人过来，那我早已自由。把这个兵给吃了。想一下，人在哪？人没有去打这个，踹不到。消耗。那可露露在哪？这边开大招了吧？没有想开大招消耗我，开大了。严肃了，纳克鲁。人有点多。阿摩在绕，一脚踹到了吧？啊，他为什么刚刚不踹？没想到。好，把这个野怪清了。塔里开大。他太肉了，我们杀不了。下路不急。花开有时，重逢无期。继续刷。
想一下，他是不是在拿蓝？没拿。爬过去。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我曾经全部都懂。啊？咱们再回中路，把面具一中，梦魇之牙一出，这边可以打。花式进攻，那我早已碎了。没有大。把他杀了后绕一下。他们应该拿我没什么办法。他在我的记忆里种下了一棵桃树，顶得到吗？从此，我就应该在里面。硬化了，有没有大招？大闪没有晕到，有点可惜。现在我干嘛？思考一下。看得穿这个辅助还是蛮肉的呀，我觉得。看不透的是自己。哎呦，我那个大招以为过来的是打野，结果来的是一个肉啊，把那个大招给扛住了。我觉得刘禅真的是太肉了吧，这个英雄。他怎么就这么点经济，他可以这么肉？好吧。收到。不慌，等辉月。辉月过后，大面具过后，梦魇之牙。我曾拥有全部。收到。七杀必死，木有办法。我拿 buff， 谢谢。谢谢，兄弟，让一个。浪费了，笨蛋！如果好看犯了天条，那我早已罪恶滔天。他在我的记忆里种下了一棵桃树，从此用心血灌溉。没大招，不要拉。看得穿。小金好像下路很欢乐。看不透是自己。我伤害太高了。扛不住，他可跑得真快。有点烦，等面具。痛苦面具来一首，好吧。我感觉我要补梦魇之牙了呀，他那个太容易起来了吧？这程咬金，什么虚弱程咬金是什么鬼？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我曾经哇。那个一开始说啊，大仙看看人家的黄忠怎么玩，我看到了。他干嘛？可以。哇，有爬
他也是个妖怪。哎，主宰没了呀，对面那个大可露露又起来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这里还补莫眼之牙去应对后面的这个陈亚金，有点烦。如果好看犯了天条，那我早已罪恶滔天。发起进攻，一闪接大人，不是你误会了，这大盾好恶心啊。花开有时重逢，进化了呀。他在我的记忆里种下了一棵桃树，从此你心绪贯然。哎，他那个成吉思汗好像起来了呀，打我好痛啊。看得穿的叫命运，看不透的是自己。下路要我守，没有梦魇之牙这人死不了，打他就这么点血，你看他就出吸血了。我曾拥有全部，他出吸血这个就压力都转到我身上来了，我这个时候没有梦魇之牙根本打不死这个陈亚金，你冤了。开晚了，他再开早一点真的拿他没得整。花开有时，他没有出防御装吗？他真的没有，哦，他出。我要拿个蓝，哦，这把压力好大呀。有点尴尬。如果好看犯了天条，那我早已罪恶。啊，机会吧。我们少个程咬金，我觉得是可以打的，真消耗，没有稳定控。他在我的记忆里种下了一棵切不进去树。心绪坏了，我也梦魇之牙了，但我需不需要出法穿？看得穿的叫命，我好像还是得法穿。看不透的是自己。阿木瞬间倒，跟草丛作战就算了，没必要，打不了。这。啊、你带着我打个肉不好吗？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我曾拥有全部。哇，兄弟！桃李春风，不如意。那么快乐的吗？哎，我打不到他呀，他疯狂挡，这个人会玩的呀。花开有时，又这么难吗？重逢无期。看得穿的叫命运，看不透的请求集合。
气的谁呀、啊？朋友。哎呦，刚才那个嬴政死了就好了呀，死了就一波了。快点快点，骚扰他。撤吧撤吧。这个项羽跟他疯狂搅在一起。可以了，我去拿蓝。别打了。我不敢过去啊，我怕我被震死了。那个路都知道他在了，兄弟，你就让我怎么说呢？花开有时。立功了。那我准备回头大招杀人的。我的队友已经把别人基地给偷了，可以的，吓到我了。明智的抉择。哎，给他点个赞。每波团战我都在啊。还是中单刺激，大仙感觉今天不在状态。